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。第240章猎豹小队。猎豹，不错。虽然实力一般，但是毕竟属于精锐分队了。王铁柱点点头。他的话音一落，六人的脸色全部变了。要知道，猎豹分队是诸多特种分队中精锐的存在。军人都有着军人的骄傲。现在王铁柱说他们实力一般，这让这些人心中不差。当然，他们也知道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些秘密番号的分队，只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眼前的王铁柱竟然是传说中不为人知部队出来的人。不服气，王铁柱咧嘴一笑。当然，如果你能找出来一个比我们更强的人，我们愿意留下来。你们几个全部上吧。放倒我，就算你们有本事。王铁柱笑道。对付你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为首的神色一沉，一个擒拿便要向王铁柱扭去。王铁柱摇摇头，猛地一拳袭出，他的速度极快，那人的手还未碰到他的衣角，已经倒飞出去了。老大，余下的几个人吃了一惊，连忙将为首的那人扶起。一起来吧。王铁柱向这几个人伸出了中指。看着他挑衅的动作，余下的五人大怒，全部冲了上去。砰砰砰砰，数声沉闷的响声过后，这五名身手不凡的特种兵已经倒了一地。虽然这六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，但王铁柱他们的训练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范畴，不是他们的部队所能比的。我们留下。六人站起来，每个人的眼中都透着狂热。军人崇尚强者，这种能让这些精锐心服口服的事，也只有狠揍他们一顿，让他们心服口服。华老来电，说是中医院出了些事情，让叶浩轩赶过去。挂了电话，叶浩轩有些疑惑，中医院能出什么事？难道又碰到一些宁难杂症了？赶到中医院，将车停到了停车场，监控室中的保安还是上一次砸叶浩轩车的那名。不过现在主事的朱大少已经被叶浩轩教训得像死狗一样。一个听命于人的小保安，叶浩轩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。看到叶浩轩，小保安明显的脑袋一缩，上次的事情给他留下太多的阴影，让他知道，即使是有人撑腰，有些人还是他得罪不起的。走出停车场，唐兵迎了上来。医院出什么事了？叶浩轩问。有些问题，今天有八名患者病情稳定的病人再次恶化，还有六名儿童出现发热的现象，高烧不退，另外有几名病人甚至陷入了休克。两人边走边说。这些病人是来医院的时候就是这种症状，还是突然出现这种症状的？叶浩轩问。八名住院病人是已经住院几天，病情稳定的病人，六名儿童是一些感冒的小毛病，休克的几人全部是在输液时休克，他们之前诊断出的病，跟他们现在的症状没有一点关系。专家座谈，把华老请了过来，华老也诊断不出来个所以然来。所以就请你来了。唐兵说。以你的看法呢？叶浩轩道。有人说是类似于病毒感染，就像是古代说的瘟疫，但我感觉不像，市里那么多的医院，别的医院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，这些病人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中医院？还有，这些病人的病完全没有征兆，无一例外都是在输液之后发生这些症状的。
难道是那些盐水或者药品有问题？叶浩轩诧异地问。没有问题，已经送去化验过了。唐兵道。先去看看病人吧。叶浩轩淡淡地说。因为怕这些病人是因病毒感染，怕病毒扩散，所以他们都被隔离开来。一间稍大的隔离室中是六名儿童，另外的是八名病情恶化的病人和三名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的病人。华老及一些是知名专家在讨论这病情，只是这些病人症状各不相同，从他们的血液中检查出一些病毒，只是不知道这些病毒是从何而来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这些病毒虽然常见，却不能排出体外，所以导致病人的病情恶化。小叶，你总算来了。华老迎了上来。华老，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叶浩轩道。不乐观，尤其是之前住院的病人，有三名已经陷入了昏迷，病因是查出来了，感觉病毒，只是这病毒是从哪里感染的，却不得而知。现在几个人都高烧不退，我们束手无策。华老叹道。华老，这位是谁？一个趾高气昂的声音响起，声音中明显带着不屑。叶浩轩皱了皱眉，转身看去，却是一个30多岁左右的医生。哦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叶医生，是知名的中医，在前几天的医学交流会上得到过袁老的认可。华老笑道。这一位是从国外留学刚回来的王天博士，专修西医，在美国名声极响。叶浩轩向这王天示意的点点头，只是王天不屑的一声冷笑，中医也能治病吗？话一出口，在场的五六名医生神色都变了，他们是中医院的医生，本身是半中半西的医术。为了应对这次危机，华老特地成立了一个小组，只是这王天一来，就自恃身份，趾高气昂的对这些中医呼来呼去的，好像他有这一个海归的身份，有多了不值一般。对于这种人，叶浩轩见得多了，如果每见到一个人就要跟他一般见识的话，那叶浩轩一天也不知道要忙到什么程度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他对唐兵说。站住，这里有化验单，你先了解下病情再说吧。王天说着拿出一叠厚厚的化验单，只是上面全部是用英文打印的。没必要，我也看不懂英文。叶浩轩说。英文都看不懂，你还做什么医生？王天鄙夷地说。他转身时看到唐兵，唐兵那份冷艳与不可侵犯的高贵，明显的让他神色一滞，然后露出一副笑意，伸出手道，你好，我叫王天，是刚留学回来的博士学位。想他以这么年轻就取得这等成就，再加上有些帅气，他自信能秒杀一切女人。只是唐兵明显的不买他的账。唐兵挽住叶浩轩的手，冷冷地扫了他一眼。